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以合法盈规模方式的地方？本门局在今年八月查获一件诈骗洗钱水房，那我们专案小组顺藤摸瓜，那持续追查，那发现有陈李姓为主嫌为首的一个主嫌，那成立线上博弈公司，那这些诈骗集团透过购买金币游戏点数方式，将钱洗出来。那这洗钱机房，那是以抽取5%的一个手续费来方式来赚取这些佣金。他总共金额多少？他们抽了多少佣金？那这段期间，我们统计108年11月到今年，那洗钱的金额高达34亿元，那以抽成5%来算，就高达1亿7000多万元。他弄不变了，首先接。了解。那另外也要提醒民众，如果在求职网站上有发现到标榜高薪轻松赚钱的真才，来，慢，慢一点没关系。